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ike 大叔。那今天就探讨是台风天有开门营业的店家。好，那这个是旗津深海鲜鱼汤，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。好，那这一家就是走这个平价好吃啊。好，那这个是全部的菜单。好，那我就点我想吃的。好，老板娘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这边是全部的菜单。好，现点现煮啊，那这个是陈宏都推荐的店家啊。啊，外带也相当的多哦。好，那今天的鱼种会公布在那边。现点现煮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老板娘，谢谢。好，那就从这个海蛎鱼汤开始吃起啊。啊，满满的好料，那蛤蜊是另外加了哦。扎实的口感呢。这个鱼肉宛如这个海中的豆腐般呢，啊，非常鲜甜美味啊，好吃又扎实。嗯，哦，嫩哦，非常的棒。超级鲜甜又美味，美味又超级鲜甜。哦，这好吃到爆！嗯，好，那个汤我还有别的作用啊。好，再是海鲜粥，我把一些料加到这边来。海鲜粥大碗又美味，那我当然有把一些海蛎鱼移到这边来啊。哦，如果有一定要吃吃看，这海蛎鱼超好吃的哦，就像海中的豆腐一样。好，那这间是这个美食大师陈宏都推荐的店家。超赞的。好像汤头都有加蛤蟆，所以会很鲜甜。哦，台风天就还有营业的店家辛苦了。也辛苦各位观看的了哦。好，对我而言的话，就一切都照旧了哦。我在家是煮好饭菜才出来拍的哦，就还是像我说的一样，就是拍片，然后煮饭菜，然后再拍片，然后再才回家哦，或者去上班。好，也谢谢各位朋友陪伴了我这个。你一日又一日，一年又一年啊！希望我们相处的越来越愉快啊！这家这个海鲜粥真的超推，好吃又美味的。哦，满满的大海宝藏在这个粥里面。那这个是虱目鱼肉，超鲜甜又新鲜。
馅料就什么都有了。以前我家小孩很喜欢吃这一家的粥。像汤饭的形式，然后一碗就吃的饱饱饱饱啊，然后这个是猪肉丝。好，超推了哦。这家是可以专程来朝圣的店家，料多好吃，然后又新鲜，然后，哦，总之是很值得来吃的啊。你看鱼肉很嫩的，烫口美味啊！那虾子很大只。那这个满满的海鲜鲜味在你口腔中好像演着交响曲一样哦，真的很棒。好，鲜甜美味无比啊。感觉这家料理是蛮健康的哦，蛮清爽。好吃啊，嗯。相当推荐，就等你来享用，真的赞。好，那只有来亲自吃过才能够领略海鲜各中的鲜甜滋味哦。这鱼肉超新鲜的，非常好吃哦。好，那过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好，那再就走紧一小段，其实刚刚风雨是很大的哦。那我下午出门买要家里要煮的饭菜的时候，那个雨伞都被吹坏了。所以能不出门就尽量不要出门啊！哇，哦，有感受到这个风声吗？哦，好，就让各位朋友感受一点点呐！哦，哦哦哦，耶！那事实上，开门店家也没有很多家了啊。
好，那没事少出门，那祝各位朋友这个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啊，然后拜拜，下次见。